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。我们这边有法国的、意大利的、老挝的、越南的，还有日本的，还有这个澳大利亚的，哎呦，真的是有点顶不住。This is a Chinese, 你好 ，right? Okay, yeah. For man, maybe left hand and right hand. Woman was here. 逆なんだ。Yeah. 你好。Hope you guys like this. 这是女生，这是女生。嗨，谢谢。嗨。我就把那个五湖四海交朋友这个跟他们讲，这个应该大家还是看的比较多嘛。师傅，都不知道是这样。来一个简单的 cipher， 大家如果想跳的话，都可以出来跳跳，热热身。师傅。I surprised too. I didn't know Lei, he is a good dancer too. So he show his passion, his energy, and how he gonna be like leader. So I think everyone really feel like wow. 第一首歌的主编舞是 Punta， 然后我希望在排的过程中间 ，Chika 和佐佐是对称的，廖廖跟 Kabamba 也是一个对称的舞种。这样的话其实大家整体看着会非常的和谐，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对角线的重要性了。衣服给了我很多力量，给了我很多信心，也是一种自己给自己麻痹一下了，你知道吗？麻痹一下自己。哎，那个衣服吹干还给别人了吗？